一百公啊。哟，我是队长。开路了。认真点啊！哎，这个是我们的很照顾我们的欧库玛的。嗨 ，hello。嗨，这在欧库玛的教学影片可以看到他。对，我是欧库玛艾瑞克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好，我们今天受欧库玛邀请，我们来到这是新航海。来自新航海。对，教练没来，好爽哦。笑教练，对。笑死他。好，这部片他怨气很重啊。对，这教练说我想钓鱼。好了，那么等下就出发了，我们准备出发 ，Let's go。啊，今天用什么？知道用什么？那你要用二八的。啊，你在欧库玛要人家别人家东西，你这样没有啦。好了，看一下你的二八。据说是昨天你跟教练去打架抢来的，可能都瘦了一公斤，有没有？那我就用，我用就傻逼 key 了。上一次去钓的时候没带傻逼 key， 不知道这个东西这么强。他们上次一上来，他们上次一上来就是一个拉上来就5-6条就穿在上面，哦，我知道，好爽哦。那个不会打架，打架，对啊。听说最近是什么？白带比较少，那个小虎队比较多。我想钓虎啊！钓虎啊！钓虎。对。啊！我钓到你没有？不要！上次真的好，哎、欸，那个是啊。对，冲啊！因为他是好强。好强。好，那最后呢？我看到他，欧库玛的女钓手。不要拍这样，不好看，是这样子。要完美角度好吗？拍钩，拍钩。哦，拍钩。没有，等一下这段要打马赛克。哟、啊。哦，谢谢。主管都很好。真的，我过来主管不错。有时候这种好的厂商就看得出来，真的很用心。跟那个什么其他的问。理都不理的那几间，请问是哪一间呢？不要讲，这不能讲。这味道很香。那时候二爸塞进去，然后讲配一句那个王景春讲的啊，真香，真香！哎呀，好，肚子饿了。等一下，有准备便当，来吃二爸了。就搞这么久还没出发。他叫我们先吃便当。好饿哦。拓野的时间到了。哦，这应该是我的工作。对，我们现在来拍拓野哥手持开箱影片，来吧。有，来，这个有。拓野哥开吃了啊！好吃嘞。好了，那船开动了，我们也开动了，来吃便当。Let's go， 开吃。今天很难得又拍船了。对啊，拍饿了。那个花，那个花，对，那花不要浪费啊！客家的应景精神，把它吃掉啊！大家。啊，好像到了。到了，就是还没吃饱，想吃的东西已经到海上了。我们的熊霸是不是在那边？熊霸啊，不错。啊，喝点饮料。等下被说这个又没有业，找我们业费有没有？真的，这样这么好？那我这个东西我要买掉啊。啊，我真的觉得这可以拍什么代言照之类的。好了。雨过天晴后的彩虹在那边，哇，超美的。哦，对，双彩虹哦，九份现在有红，哦，有彩虹，还有霓虹，哦，彩虹霓虹，好漂亮哦。没有啊，那么多绑，哎，掉在里面，可以掉吧？
终于啦。那你顺便勾到我的，小心哦，这样容易的走。还是我重装，你重你重，等一下。那跟我这样粘分不开就对了。对啊，这样子，今天是什么？假假，好吧。那我们选的问题是，你又游下去，你的回味。哇，出啊！哇！好了，拖尾哥终于了。光那喷，喷笑哎，明明就没有。都有哎。骗我。弯成这样，巴拉曼迪，巴拉曼迪。因为小雨这个鱼会一直绕，是勾到我的。哎、欸，你又骗我！哎、欸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干，是我的重，奇怪，这是老铁吗？这是你重吗？对啊，会出现哦。大白带。白带。哦。粗的。哇，厉害厉害。
换鱼了，换鱼了，不同鱼了。阿吉了。对啊，阿吉了。哎，拖也吃面啦，不要睡啦，吃面啦，很累啊、喔，好吧。然后拖也竟然累了，还竟然不吃东西哎、欸。好了，我先去吃个面，等等，奋战再奋战。好，吃面啦，宵夜宵夜，来吃宵夜喽，来拿我。哦。下面都有鱼，狂摇喽，狂摇喽，大摇大摇！辉哥终于了，镜头脏了，拍一下。辉哥终于了，嗯，就是兜兜鱼。哎，对，闷。没有烟呐、啊，能拿花不行了、啊。好了，继续凹。爆桶，像爆桶啦！后面还有一个肥桶。我们回岸上了，好累，整晚，像我摸鱼了大概半天。对，好累啊，好爽，好爽。嗯，其实是白带不太多。对，但是兜兜鱼一堆啦，满满兜兜鱼啊，抖到不想掉了。就跟神奇宝贝遇到小拉达是一样的道理。跟小拉达一样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啊。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订阅我们频道，也可以到 Facebook 搜寻 CGB 频道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